知识，各位善信大德，十方法界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众生，阿弥陀佛。咱即节继续过来讲风水真经哈，啊，讲到咱厝要供养什么神啊哈，拜什么神才对哈。那么首先呢，各位爱了解，咱厝去拜神、财神啊，供奉神圣，下上大的目的，往往人拢把这个原理弄唔对去啊，甲弄伊讲啊，我咧求发财。事实咧，咱厝咧供佛啦，是供求平安，求平安，哈、啊，平安就趁钱，哈、啊。咱拜神咧，伫厝咧拜神咧，咱就是修行，在家修行，将道场咧，放伫咱的家庭的道场做道场。大道场缩到小道场，小道场所修的所修的咧，等于着大妙法，都是大妙法。只要每个人家家户户啦，啊，我要去拜佛，哈、啊，拜神，哈、啊，啊，我无时间落去，爱做功课，爱在迄个过三顿，爱做事业。那么咧，我就甲供养一尊啊，同款的，等下厝，等下厝咧。照常供养，照常伫厝拜，在厝咧自己反省忏悔，哈，勉励家己，鼓励家己，和一家大大细细来依法来敬佛敬神，是这个原理，哈，就是讲将所谓外面的大道场诶，分作小道场，分作小道场，目前做到。真正极力做咧真成功诶，就是咱的天都，吼、哦，叫做多岗飞梯，每个人家来咧用一个小道场、小道场，哈、哦，咱的供奉佛菩萨咧，在家咧讲经，哈、哦，点传书啦，哈、哦，遮咧师傅啦，哈、哦，僧人啦，啊，都去各位的家庭去传道、布道。过来就是咱的现在基督教、天主教嘛是做得真好。伊着遮个牧师呢，哈、哦，传教士呢，到每个家庭，每礼拜甲做一个礼拜的弥撒，做弥撒，这嘛是一个小道场，放伫咱的教堂，放伫厝里啊，的道理是遮。咱佛教遮嘛是安尼，佛教呢将这个。众生性呢，你什么佛祖菩萨的地处，咱就在厝在家呢念经、诵经、持咒，在家修修。好，咱道教、道家、道教，实在我来道教了，咱呢炼丹、坐禅、炼丹，吼、哦、念这经、道这道的经、道的经、众经呢地处，啊新教。神圣的在咱厝嘛同款，无论你什么神什么教咧，拢是同款。那么这个佛教，天地做大庙堂，庙当大庙堂，哈、哦，因为神遐大咧，就天地遐大，所以伊无设这个叫做金身，直接就带拜天拜地，一天三界拜天拜地，因为神啊。那是予你挂在壁顶的，神遐慈悲，嘛无你挂在壁顶去做做尔。所以伊个观念呢，我神佛啦，唔遐尼细啊。吼、哦，我天就像天，像地遐大，我直接拜天地就拜神啊。嘿，这个妙法真不可思议，它是这大道的错误误导。哈、哦，那么咱呢，一般神像咱道教佛教呢，咱厝有供用金尊。因为咱人啊，无一个精准的目标，精神我都统一，我都对这个法相去成就，我都对这个目标去成就。好、哦，因为咱人拢有害害的心，咱人啊，拢有一个投机取巧的心。那么将这个心性啊，伊就感觉爱你爱有一个精准伫处，咱早暗无拜佛，好咱只好安尼去礼佛。
咱就尊敬这个法。咱的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伊就是显妙真经呢。啊，咱的伊经就显妙真经，咱的拜伊金尊，就拜这个经，拜这个法，是安那啊跪咧拜呢？哈，咱的佛教嘛跪咧拜呢？哈，咱天主教，咱嘛是有咧经行呢。啊，伊行呢，就搞咧，这嘛是个咱的心，四正、四正、四维，哈。这就是嘛，是你拢是你心。所以啊，咱拜无论啥物偌济神呢，任何神圣的，拢爱依这个法，依这个法。咱的厝，咱的财神，咱必定爱最起码切一十五，咱爱在咱厝财这里供养啥物神圣呢？咱爱上伊的经，上这个经了解这个法，了解这个法。咱上经，咪上个心明听，上个咱耳仔听，读好咱耳仔听，咱随安尼念，耳仔听入面，念安听入，听入咱的心，咱的修行五蕴眼，吼、哦、五眼色五蕴，咱能眼力平下心意，哈、啊，眼色，眼就是眼色嘛，哈、啊，意识，拢在意识。咱五蕴呢，经过目睭五种眼力平下之心所感触的，穿入咱的意来滴，穿入咱的意。那就是照过来，就是意识、意识、肉色，就是、意识。好、哦，眼色、耳色、哈、哦、鼻色、舌色、心色、个意识，分为六色。啊、哦，咱呢因为都知，这经过的五蕴分六色嘞，一经过哈、哦、累积起来，累积起来是啊。那么咱呢，所有。的感觉，拢对心才会表达出来，好，才会表达出来。那么咱的拜神、拜佛，咱就经过目睭所看的传入面，咱经典，即个经所看的、所念的声传入耳入面，眼、跟耳、眼、耳、目睭、鼻啊，所听的念经回去传入咱的意识。一直读，像咱咧读册都对。那一直读，一直读，一直上，一直上经，一直回，一直回，一直回去咧。咱就干咩咧？咱就悟这个法，悟到这个法咧，迄个是你所悟的法，都加迄菩萨、加经的法同款。那即心是佛，即身是佛，即心都是佛，即心即佛。即心是佛，即心即心即佛。中华民族天子帝王圣号录。咱因为咧经上经上经上上，你说他咧，你都记脑海内底意识内底啊，传入咱心内底，然后咧，搁来发表发露出来。所有一切智慧啊，在咱脑海内，在咱心内底，这即心是佛，这个身，咱这身体都是佛人，都是有智慧的人啊啦，有觉者啦，有智慧的人啊，叫做佛。即心是佛，有智慧的人，有智慧的觉者，即心是佛。那么有智慧的觉者呢？你的心所想呢？拢是大慈悲心、大慈悲心、大慈悲心呢？你所悟的、所表达出来、所这一切所讲的话呢，拢是咱佛的法。
好，那对你心所传出来的话啊，所传的行为啊，拢是佛的智慧，做即心即佛，即心即佛，即心即佛啊。即心即佛，即身是佛啊！即心即佛，哈、啊！恁当中听了这两句话啊，恁唔知要来解说，那系啊，即身是佛，即心即佛，那唔知啥，吼、哦，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哈哈，迄就是原理啊，咱就爱了解咧。所以咱啊，伫厝我供养什么神像，你一定爱上这个经，念伊个经。安尼才有效。你莫讲啊，我咧供观世音菩萨，我咧念往生观经，哪会着？我这现在咧读册，我现在都是高中的，伫高中学校读册，建设变出来的，变国民学校、国民学校的书诶，上课拢看国小的书。啊，但是我坐伫高中的多少位诶，啊，伫高中的教室，现在我的学籍嘛高中，啊，结果你说变成了国民小学。这哪会对？这唔对去啊，唔对去啊！好，所以啊，来了，我现在高中的，我就读高中的书。好，我咧读大学的，大学的书。你阿莫讲读大学，我提初中的书来在变在读。老师咧讲个大学的书，你在楼下咧讲，对不对？念迄个国校的书，安尼就唔对呀。所以每一个分啦，成就又一发，又一发。一句话呢，你就上一经，你就即心是佛，即心即佛。所以各位啊，咱在家啊修行，甲出家修行没有两样。勤修的人提家，勤修的人就是佛。那无勤修的咧，你出家头毛剃了了，那无卡抓啦，哈哈，一样啦，好、哦，无卡抓。哈啊！我咧哦，我罗汉衫也穿咧了，吼、哦，这俗啊，当然较粗鲁，都臭样啊！哈、哦，都、就是我这是正信的，我爱互恁互恁供养的，嘿，胡说八道，哈、啊，互恁供养的，哈、啊，人啊心不甘情不愿的，啥物供养？哎、欸，本意啦，嘿，唔是供养。哦，啊、我有一挂咧错误去观念，做咧名声的，我也都学习修行，出家修行，事实咧所做的事，所想的咧真幼稚，做些。唔知咱的星云大师啊，这个叫大师啊，拢我们这个入去吼，要来修行，拢爱大学以上，讲一寸车嘛，讲听慢嘛，啊，有诶讲你，啊，你了切无读，两句话三句话咧，厉害观念看唔捌，吼，啊，讲诶话咧，都鼻腔出来，哈、啊，有迄讲啊，然后后尾气死。哦，所以讲讲袂春车，恶噶，干脆是闹大学生印象啊，要修行个呢，嘿，来讲得较煞拍，好，讲得较有人知心啊，知心者啦，讲嘛较有法度直直起哩，无呾还永远讲，着个摇到呾，高中读个，佮煞了佮国考试，佮开始重新读，安尼是着，佮开始重新教，迄是足忝个，所以啊，各位，咱啊，智慧去读个济少。无要紧，哈！最起码关键，咱勿是无要紧，咱有认真咧修行啊。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咱念佛，念起家己会原来的心，念起家己的心的境界，爱伫倒去。第一，念佛。念佛人啊，即身是佛。好，悟道者，即心即佛。念佛人，即心是佛。啊，悟道者，即心是佛，即佛，即心即佛，即心即佛。好，以后你若当着人，你讲。
哈，你即身是佛，系啊，你讲啥我听无，哈，啊我唔敢应，啊那唔应咧，我感觉一直自卑去啊，哎呦，我足自卑个，还甲人袂平平咧，哈，因为怎么办？那么了解了哦，念佛人，你看啥即身是佛，念佛人，念佛的人，但是念佛的人爱五道咧。啊，有诶，五道念佛人，即身是佛，基本条件已经打入咩啊？打入即身是佛啦。但是五道要一段时间哦。哈，你有诶人咧念佛咧，一面是佛祖，一面阿弥陀佛啦。哎，唔只死囡仔，哎呦，你只只媳妇安怎安怎？吼，直直读阿弥陀，吼吼，安尼唔知受啥刑？阿佛念念，我就说出来，吼，开始啦，就安尼公当公西安尼，迄唔是即心是佛，迄啦安尼条件变起来，佮搬来变起来，得念佛的是就即心是佛。啊！你念佛了的是，你若个啊，随恶人讲啊，无地位的是啊，又个凡夫。吼、哦，一万一千以后，一千以后，何定前个何定来？吼、哦，打出打入，打出打入。所以各位啊，咱爱记哩，咱念佛啊，尊重、保守、爱惜咱这个心，咱这个身体。所以念即心是佛。吼、哦，爱心即身体是啊，咱爱过。五度过去领悟，领悟在哪里领悟？自卑的行为去做，是吧？即心即佛。别人，比如咱现在功德会成立嘛，好啊，希望将这个咱的风水真实这个妙法传出去社会一个艰苦的家庭，需要被救济的人，咱个救济，哈啊救济。金钱的救济有限，那么咱啊功德会的宗旨，将伊所会方救济的原因、原理伫倒位咧，咱该救掉去。维新圣教维新宗高雄道场将在国。那是在风水主体徛家环境。伫违背风水、违背风水法则的时啊，吼、哦，违背咱的风水真经，吼、哦，违背风水真经内底的妙法的时啊，咱就甲改，甲改爱钱，爱钱诶，伊无钱啊，红新鲜红包里面，吼、哦，但是伊爱钱，爱经费，小小的经费。那么咱功德会咧，大概都集十方，一人一个月一百块，一个月一百块咧，啊，集到一亿，咱有需要哦，这个五千块诶，嘿，咱有五十个人来个数学会，是五十个人数学会，就顶下改掉去啊，以后即口罩时时有五十个人的福，这个加持数学，万不止五十个人，包括咧，咱十万人，十万人的福，哈、哦，二十万人，二十万人福。修本好，将伊个家庭的环境歹，甲改好去，以后就免互救济啊！这是对连根拔起，即咱功德会一上大个目的是安尼尔。好，所以即个那安尼是啊，即心即佛，即心是佛，咱是大家发心哦，我要加参加这功德会，要来救济有需要互救济者。即心是佛咯，念头一起啊，善念一起啊，嘛是即身是佛。念善念，念头善念一起咧，即身是佛。善念一起啊，即身是佛。啊、哦，善念心一起啦，哈、哦，一起，即心是佛，行善心，一生啊，哈、哦，即心即佛。啊、哦，这句话啊，各位好好记起来。好、哦，佛在哪里呢？
家己辛苦就是佛啦。会记呢，各位的心拢是佛，各位过去生拢是佛，现在也是佛，未来生嘛是佛。所以咱的心啊，永远是佛，只是咱无体验到。所以呢，善念的心啊，一起即心是佛。哈，行善心一生啊，哈，生起来时啊，哈，即心即佛，叫慈悲心。哈，那么各位啊，你们都去找佛呢？嘿嘿，自家的。哈，所以这今日呢，王禅老祖给你开示，开示的。虽然讲啊，风水真经，等于咱的拿口发挥。发挥时啊，啊，都有台湾宗教界一挂是正统正信的佛教，吼、哦、啊，一挂个佛教徒信仰者，对的，咱就发啦，真无法度接受，真无法度接受，产生足大诽谤，我无要紧，因为这個，伊讲你是什么善不善，佛不佛，啊，你讲讲啦，善啦佛嘛好，你是为什么传佛讲风水真经、风水法，好、哦、无法度接受。啊，就有一天啊，啊，囡仔就，哈哈，出来对囡仔无啥啥，干了病，囡仔无乖，啊，唔知你对三听四听嘞吼，人我讲，哎呦，老师的话吼，你都有提灯，你都搞悄悄好啦，真正搞悄了，嘿，悄到囡仔算较乖，就开始敲吼我一个地主，振华国中的曾锦妮老师，伊爸爸的静宜大学教务长，天主教。五十多年的诚实的天主教徒，哈、哦、啊！伊咧敲电的迄、那个，唔知只对多伊探听到，啊！敲电吼，就曾老师、曾锦老师，伊讲啊，曾老师啊吼，啊，我原来对你这个张老师的这话吼，我真不为然，而且吼、哦、真大无欢喜，你到底是吼、哦、是什么什么派？你有可能是一贯多，还是魔教啊？啊，曾老师说，不管你什么教授不教，你的烦恼能解除的话，烦恼也让该堵的死啊，就是正信、正教。好、哦，工作久了，讲是几点钟啊？我点外钟的电话，讲两点钟。啊，将所有我这发啦，讲好材料用。哎，我现在我过去无耻，偏地讲一接一散。结果呢，每一天生活内底呢，惊，囡仔未平安，囡仔出来唔知影倒来，囡仔未乖，吼、哦，安尼来咧吼，我敢若讲，吼、哦，我是行善，应该行善，但是诶，真法咧，宇宙间大自然的法咧，无理解，所以产生抵抗、诽谤，一时啊，啊，家己做苦恼，过来就讲命。名的谐音，哈、哦，名的谐音，好、哦，变成那是名，变没什么声哦，是药，哈、哦，国语念是是药，啊，更念是吃药，好、哦，还囡仔啦，哎，好么什么么吃药，囡仔较大汉啦，国好较大汉啦，囡仔有谐音的，搞种叫吃药的，自囡仔开始人叫吃药了，变不了，又要吃袂行。好在问迄曾老师哈，伊讲说：“哎，这个名字那么厉害吗？对啊，谐音啊，念力啊，念力啊，哦，吃药，我念力，你就是吃药啊，哦，就是念力几道几班人拢叫吃药啊，吼，意思就是爱当吃药，心无形，心无烦，心无血路未顺时顺，啊，就变成吃药啊。伊讲吼，过去吼对这那五术的吼真反对反，啊，刚才讲。”就按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哦，你带我去见你们老师。跟我郑老师，我叔父交代，要见了老师不能带的，你们自己去，自主应该去。免啥嘞？老师我来去，老师会干嘛？今天一来见到带人来的话吗？为什么呢？诚心讲，福报讲，业力叫人讲讲，家己行，免一定按人带。咱有一个信徒，哈、哦，伊咧，我真个控股心真重，哈、哦、啊，佮平淡心、自尊心、自卑感，啊，人家内袂平安、袂顺心，
啊，就叫我一个门徒呢，地主呢，叫出来，又无闲，三拖四拖拖两年，啊，拖两年，听到要来进前呢，剩几个月呢，迄个囝死翘翘啊，去自杀啦，哈，阿某自杀啦，哈，阿囝后生呢，唔读书啊，无到尾呢，啊，才娶伊来，到尾才家己装起来，啊，听我装起来是，啊，听我拢我讲讲的是啊，江山都起不了啊，哈，一家伙都结结不灵啊。伊讲哈，原来是这厉害咯！原来是所大处场风水遐厉害啊！所以你处场的风水啊，环境影响着人的健康，足厉害。哈、哦，因为大自然甲小自然，小自然乱去，咱人对起来点嘛乱去。为心性教为。一口水平平，咱来聊无紧。水若敢存了的时啊，你就一定去拖的。同款，大自然就是存了风在行。吼、哦，咱人所住的环境嘛，一个咱存了风在去行。吼、哦，你若乱去处场，地气也乱一些，你越大，你就去拖的啊。那磁场感应，叫做磁场吸着我性，磁场呢，时下苦会感应。所以咱人伫世间真正微弱一主啊尔，所以咱徛家的风水足重要。那么中国，咱的即中国净土人间净土功德会啊，咱的净功德会已经成立啊，成立啊咧，是奉神地神，也是讲要做一个积心积福的事啊，咱啊会当共同来扶持这功德会，一个月一百块。嘿，几啊边减减牙齿就出呢啊！吼、哦，就出啊，就做一件功德，会当合起力量，会当改善救济一口罩的人。吼、哦，凡是你所救的，迄顶世人，咱的是大人，咱的母仔，凡是咱相亲的人，凡是咱有恩的人，有恩的人，一生乐福，没有关系，乐福伊的一定，咱有恩的人，伊过去生所做的善事，哈、啊、业。所以这些也没损失，没损失者，那么我咱大家共同发一个小心呢，咱来斗三工。所以行善心一生啊，吼、哦，这个积心积福，积心积福，原理就是安尼来，哈、哦。所以，今日要甲各位讲到风水真经，这妙法呢是出求足济法啦，好、哦，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哦，我简单甲各位。报告一下，哈！现在咱开始讲观音菩萨发慈悲，观世音菩萨的发都是慈悲法门，慈悲，哈，慈悲法门，哈。大势至菩萨是喜舍，哈，是喜舍。大势至菩萨的发是喜舍。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心平直，心平直，三圣。啊、三圣佛啊，阿弥陀佛，为什么有这个迄、那个三圣佛甲三宝佛呢？一分呢？三宝佛，西方、中土、东方，西方叫做世界，告诉阿弥陀佛；中土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东方，哈、哦，琉璃光有师有师佛。东方迄个三宝佛，咱有迄个三圣佛、三圣，会当互咱心性的佛，或者接引佛。叫接引佛、接引佛。三圣佛就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哈，
这叫心，阿弥陀佛就是心，哈、哦，观世音菩萨就是行，都爱去做，心行心行心行，你就三心，啊、哦，咱阿弥陀佛在中间，咱的心，倒手观世音菩萨，正是大势至菩萨，咱人有两只手，哈、哦。所以一个就是观音菩萨，一个大势至菩萨，过来就心，心爱得，心爱得，哈，咱心爱平行平路，爱得的，所以心爱咱人爱行平路，哈，爱行迄个行好路，哈，手出手做好事，讲话呢讲好话，这是基本的原则。基本的原则，哈、哦。那么阿弥陀佛啦，大观世菩萨、大势至菩萨呢，三性呢，拢伫对，伫咱的手内底，咱的手内底。你知道观世菩萨有只开开示，开示呢，伊讲大大要坐位，唔通求秃头，头秃睇袂起，到时底信是家己就拗来，拗来。上大迄个心，看咱掌心啊，看咱的心，上大迄个心，哈、哦。所以咱啊，各位啊，爱看佛像，阿弥陀佛，伊爱 OK， 恁啊，阿弥陀佛，恁啊三界咧，这三项做得好，你就真真正正成就阿弥陀佛 OK 了 ，OK 了，成就这三项，一个慈悲。好、哦，接着慈悲观音，啊、哦，这洗手，啊、哦，这平直心，啊、哦，慈悲行、洗手行、慈悲行、喜舍的行，到到了真正的平直心、平直心、平直的心，就是阿弥陀佛。所以咱每个人的心。本来就是阿弥陀佛，咱了解这个法，就是即心即佛，即心即佛。咱若照咱去做，一个慈悲，一个喜舍，然后平等心呢，咱啊即心是佛，咱的身体、心的身躯嘛是佛。那么佛在咱心中不妄求，佛在心中不妄求啊，好、哦。道理就是在这里，道理在家。那么观世音菩萨，咱有的法《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哦，普门品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出去就是有时间呢，我一直在讲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咱各位甲各位讲，咱厝那讲观世音菩萨，你一心将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你爱上这普门品。这是正道，若是你若无上这经、读这经的时啊，无了解观世音菩萨的话的时啊，那就是歪道、邪道、外道、外道。你讲的休啊，观音不照，阮囝无乖，阮孙仔咧，阮弟仔唔食薰，阮的狗啊唔倒来，阮的猫啊今日拍唔见你，可能黑拢是邪道。我做这袂晓报秘啊？哦，这讲袂爱了啊！我一心的上经，你的经上好的是。哦，早时咱就较早咧，咱就念着学一经，哈、啊，读一遍。咱咧就是对耳仔目睭所看，对耳仔入面传着咱的心，哈、啊，所以即心即佛，哈、啊。大势至菩萨，圆觉圆觉，圆觉，哈、啊，圆觉圆觉经，圆觉，哈、啊，大势至菩萨，哈、啊，那就喜舍，咱一个人伫世间爱喜舍，欢欢喜喜掉去。爱慈慈悲悲帮助人，咱若有法度就尽量。哈、哦，那么为什么是喜舍呢？拄只讲顶只讲个，咱啊世间的名利足济，拢是属于叫毒蛇，毒蛇金啊，嘛毒蛇。你不要看的是毒，可是金啊，是啊是毒蛇，有了烦恼的心，惊红抢硬，烦恼的心。哈、哦，那么咱的喜舍，唔是咱的就好去。中华三宝。
所以有的啦，大同都暗叹计较讲，哎呦，我当时若卖用倒偌济吼，卖用倒偌济，我捡唔到好嘢，安怎先停过头的？啊，若要讲是讲咧，嘿，人爱为咧福，你若无咧福，你有钱啊，命嘛无伊，命嘛无伊。啊，你看最近咧，真济为了钱。金钱呢？嚯、哦！一赚到偌济，出嚟就红抢呀、红拼呀、红绑票、撕票呀，钱有啥路用？命无去啊！啊有诶咧，伫冤冤冤冤冤冤，我乌你，你乌我，啊乌到咩咧？去上山拼落去啊！你得着啥？剩咧卫生纸，所烧好咱咧咧，嘿，金纸、银纸、银纸咧，嘿啦，咱欠诶，你一百块咧，你是烧甲虚无呀？你讲哦，这一千哦，你才欢喜哦，就是二四块啦。咱讲哦，这个一千，这你也哦，一千块你收五千块你哦，结果来就开五十块啦，还是五千啊？好、哦，你就上欢，足欢喜啦，哈！啊，在生的时啊，你计计较较死啦，阿来银纸呢，收好你的时啊，啊，你安尼就感觉哦，迄五千啊，一万啊，欢喜个安尼了。人家讲哦，这计算又好嘞，啊，世间的计较，计较。阴间所计较，跟世间的下一百块，嘿，你就欢喜个安尼，有啥物好欢喜呢？所以伫世间呐，会当做咱只，咱要喜舍，要得到福报，爱先舍，有舍，喜舍才有得，会记哩，喜舍才有得。咱人也好，基本大发挥，哈、哦，三万到四万人的发挥，凡天有大遐大发挥呢，这中间呢？义工作者没有条件的来做义工，做义工到火期，到火期啊，那么伊呢，回去以后呢，事业所作顺呢，奇怪老师啊，看到我做甲艰苦济寡呢，我去做工课去兼做，回来说哦作顺呢，我讲你善事做有够，你善啊做够，喜舍喜舍，够慈悲。有慈悲喜舍，平直心。我伫做，我无要求你，无要求我来做义工。我当然爱偌济偌济福报。没有，后个信徒呢？因为哎呦，生意遮歹，干脆啦，歹做啊，门关起来，袂瘾做啦。我来做这個啊，来做义工。嘿，当门开个是开开生意，讲公允啦。嘿，安尼来。哦，所以那来喜舍。爱慈悲心、平等心，卖弯弯翘翘，安尼呢，上冲一定会破啦。最近咱三宝寺时间落成，吼、哦，啊，甲所有地主呢，啊，落座时阵开始，这中间大家真认真做，但是真够计较，计较的为讲做较好呢，这是一个喜事。啊，加这呢，工课除了工课单调的，来个你做完成，但是呢。合作较忝，伊嘛爱派互恁兜的生意较好咧，啊，互恁兜的财富咧，较认真甲你做咧。嘿，结果讲老师，我安尼拼一只年外吼，年底算起来多少减的，吼，多少减的。过来咧吼，我这怎样，所算起来是望倒去袂当的，佫有增加，营业额佫增加，囝佫较乖，佫有效。吼吼，你这贪足济。伊讲咧，我自少年做到五十岁，唔捌即摆呢。所以啊，平直心、平直心、慈悲心、喜舍的心做出来，已经佛菩萨。那么我甲因开始啊，我恁这中间所做的佛祖，互恁到三工一分，是爱行恁一分甲一百分中间，行恁一百倍。吼，我世间上功的是佛菩萨上功尔，上功。啊，上好骗，吼、哦！两粒水果来，哈、哦！叫伊剥皮，一口罩拢剥皮了了的，吼、哦！休牙下滴吼，啊！对阿公阿妈阿祖阿太安尼吼，阿哥爱负责牵人去西方，吼、哦！啊好，负责阮囝吼，现在都了几千万了，还佫趁倒转来跋水，还佫来，吼、哦！水果三粒，逐项拢求透透，即摆就是安尼，啊！一个师傅，我都讲差不多嘞。好、哦，主持师傅啊，你来啦！啊，几只怪哦，你啊佛祖求都有啊来，你啊求，一个大头拢怪，拢跋好遐神，是讲吼，我听安尼只师傅咧讲吼，遐主持咧讲吼，是讲我唔敢修行，我想要成什么做什么神，阿拜吼，
哈，无法度保庇，吼、哦，伊就啊救救救，那么叫妖兽，吼、哦，啊啊，咧正常怪你啊无兴，哈、哦，又怪我写信无兴，哈，写作信嘛，怕就歹做，吼、哦，无怪人讲啊，佛祖是如如不动，吼、哦，伊那无如如不动，哦，佛祖起笑，吼、哦，这就是讲个人爱了解。了解的，咱人是对对安尼来做，啊安尼来做，所以啊，这就是三，再来讲三清，三清道祖，三清众圣清三道。咱道家的道德天尊、通天教主、太上道祖，这三清，三清五路，三清呢贪嗔痴。咱若灵宝天尊，咱要回归原家己净土的时啊，你就必须要，吼、哦，你必须要这个，贪嗔痴爱清除掉去，这是啊，贪嗔痴，咱一人贪心就乱，贪恶业就出来，真的傲想去的时啊，智慧就唱掉呀，痴的无智慧。迄种教义啊，好，以上这经诶，哈，我这风水真经讲煞咧，我已经继续咧，嘛是爱来讲过，哈，所以啊，咱诶观音，哈，菩萨，啊，诸比法啦，咱啊，现在吼，请大家，破门品，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咧，吼，嘛是爱讲啦，还是讲啦。不讲还是不行，呵呵还是不行，想要个浪掉吼，要个浪杠起安尼吼，哈在个人等于个咧谈个时吼，啊嘛是未通就对啦，好、哦、还是说要讲要讲，那要讲我就要讲啊，现在请大家吼，破门品吼，妙法。妙法莲花经，吼、哦，这部经内底吼，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吼、哦，这里普度一切的普度所有一切众生入佛门的一条路了，吼、哦，这普门品，吼、哦。现在请大家对我念吼。无上真心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现在就是讲《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破门品。观世音菩萨破门品，这个经呢，就是咱的妖精啊，这叫做三藏法师，三藏法师，哈、啊，这鸠摩罗什所翻译出来。好，所翻译出来了。哈，这部经呢，好的，咱呐，目前的经《金刚经》《阿弥陀经》《阿弥陀经》哈，这里是破门品。目前呢，社会世间呢，目前较在流行的呢，哈，已经在社会较共同在修持的呢，是假的，哈，是假的。金刚经是开智慧的经，金刚经是开智慧。哈、啊，这里普门品呢，普门品呢，哈、啊，是这里神通力、神通力、神通力。有的人讲老是奇怪，佛教无讲神通，啊，为什么这里普门品内底所讲的拢在讲神通，讲神通？这就让人感觉真正有一个疑问问号。这个神通呢，不是叫咱现神通，这基本条件各位要弄清楚。不是叫咱现神通，
告诉我们，每个人那发出这个注意力的时啊，每个人本来内在即心即佛，即心即佛啊，咱的内在大智慧呢，都以下所讲普门品这个神通力，这神通力拢不是外来，拢是本来内底具足的。哦、是内在本来的具足的、啊、那么咱就是不知道、啊、不知道呢观世音菩萨的法就是咱的佛啦给咱开示、哦、每个人内底慈悲力咱的慈悲心慈悲心内底的法就是这个普门品现在请大家看这经文逆时无尽意菩萨即将做起偏袒右经右经合掌向佛二座是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因何因缘名观世音？哦，这呢，各位恁厝若有供养观世音菩萨啦，恁吼三都观世音，这呢恁爱了解。那无咧，干脆阮兜的观音较兴，恁兜的观音无兴；阮兜观音有咧笑，恁兜观音无咧笑。我安尼大家拢咧笑，吼、哦，拢咧笑咱只无耻啊，拢咧笑啦，哈、哦。我逆时就是这个时阵，任何这个时阵，不是某某年代，也是讲佛在世第几年的时，还是讲民国几年的时啊？来讲这个法的时啊，不是逆时，因为咱佛法内底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受者相，都、就是时间什么年、什么月、什么日、什么时，迄号都叫做四相的一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啊、受者相，哦、有这样的、哦、那么受持加受着相就是时间我吃几年在什么时阵当时出世的有多少东西受着相会跟数量、哦、数量所以时间数量啊，有偌济人，众生相也是包括多少人，哈、啊，多少人，什么事情，呀、啊，这个叫做受者相，啊，嗯，个人人相，你某某人，某某人。我想、啊、有我我接我想我自己我想我接自己、啊、干的一个 叫自私离开我叫素想逆时啊好有一个时尊任何一个时尊、啊、你念头一起的时尊你正悟的时，正明正道的时，正悟的时，哈、哦，这拢是逆时无尽意菩萨啦。有一个菩萨，哈、哦，伊的法名无尽意，哈、哦，一菩萨就对所坐起来，哈、哦，这个正经啊，哈、哦，较早咱就穿个迄条都这个好多华衣啊，哈、哦，正当的跪的时啊，正脚跪嘞，哈、哦。合掌一卡的合掌起来，
吼、哦，合掌向佛，向着佛，吼、哦，二座时间，吼、哦，二座时间呐、啊，讲以后这话啦，吼、哦，世尊啊，讲佛陀啊，我称呼世尊，好、哦，各五者为世尊，好、哦，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啥都叫观世音菩萨呢？因何因缘名观世音？是什么因缘呢？哈、哦，名呢叫做观世音呢？这个众生呢起一个疑问，众生起疑啊，所以这里咱的无智力菩萨呢，遐为众生请法，为众生请法，法界众生请法呢，来请佛啊，世尊啊，来给咱开示，来开示。开始什么叫做观世音菩萨？好，那么观世音个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呢？这是各位拢要需要了解。好，咱来了解以后呢，咱出去咧供佛拜佛呢，咱就会真正清清楚楚爱安尼修行咯。咱即阵到这为止，后日再佫继续过来，讲解，祝福各位阿弥陀佛。请大家来合掌回向，回向。今日课程功德圆满，上等愿力出功德，回向法界众生当尽菩提，祈求方丈五顺国泰民安，共创人间佛净土。阿弥陀佛。